主料：鸭梨六个，枣80克，姜20克，冰糖100克。辅料：蜂蜜100毫升。制作时间：2小时以上。准备鸭梨六个，枣80克，姜20克，冰糖100克，蜂蜜100毫升。把鸭梨、姜用料理机打碎，枣洗净去核。我的原料图中只剩了一部分。把鸭梨碎、姜碎去核，枣放入锅中，加足量水，大火熬开，小火煮15分钟后关火。在盆上放笼布，把锅内东西全部倒在笼布中，像包包子样把鸭梨碎等包起并挤出汁。将挤出的汁倒入另一锅中继续熬煮，将梨渣等再倒入第一锅中，减少量水熬煮一会，再次挤出汁倒入第二锅中，这样反复两次。第二锅大火熬开，中火煮，这个过程我用了大概两个小时，最后浓度略比蜂蜜低一些便可以关火了。两分之后加入100毫升蜂蜜，搅拌均匀。烹饪技巧，因为蜂蜜接触高温营养会流失，所以喝的时候也一定要用温水冲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